好，我是美妮。前几天看到新闻说，柬埔寨的油价下降到3050柬币每升，所以是不是真的？我们一起来看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加满了，这个是发票的。你看，这我加的是 Super， 它那个单价是0.86毛美金。然后上次加油的那个发票能看得出来，我们对比一下。